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体育。少女情怀总是失，孤身进入大城市工作的姐姐，还有因为父母分居而改了姓氏的妹妹，加上同住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游戏开发公司，还有各式各样类型的同事，到底会交织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梦线 Remaster 是工画堂花栗鼠制作团队所开发的新作品，之前还开发过像是实况组小熊常玩的白衣性恋爱症候群这类的 AVG 冒险游戏。之前的作品描述了护士的故事，而这次梦线 Remaster 则是以游戏产业的人际关系为背景，讲述从乡下前往大都会东京工作的主角大鸟爱，在进入了游戏公司尤里埃软体之后，碰到许许多多不同于自己的人们，特别是因为双亲的关系分开生活的妹妹刘古星。本作还写到了剧本创作者、声优、开发公司社长等人的故事，看来游戏内容可能不是单纯的少女恋爱而已啊。游戏已经预计在6月13日上市，喜欢这类 AVG 的玩家们可以考虑入手玩玩。对了，日前官方还开放了体验版可以下载，反正试玩不用钱，不是铁粉的玩家们就先玩看看，再来决定要不要买吧。